就是像那个小狗的那个哈气，然后你听小狗跑很累的时候，跑很久的方向，然后它突然停下来，一定要，然后你去模仿一下。我知道很白痴，可是模仿一下，你在点音的时候就是用这个力气。如果你不用肚子，不是太多了，就是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加一点肚子，再加一点点舌头，弹了就回来。